小姐，可以跟你借点时间玩个游戏吗？玩什么游戏？很简单，如果你赢我的话，我会给你10万块钱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输我的话，你也要给我10万块钱。好。空位已经不多了，你考虑一下。要怎么联络你？啊，你不需要联络我，我们自然会联络你。小姐，可以跟你借点时间玩个游戏吗？很简单，如果你赢我的话，我会给你10万块钱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你输我的话，你也要给我10万块钱。好啊。空位不多了，你考虑一下。你这山寨的吧？模仿韩剧哦，连电话都没有。我们不是山寨的，我们比他更高明。你不需要联络我们，我们自然会找到你。小姐，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可以给你借点时间玩个游戏吗？很简单，如果你赢我的话，我会给你10万块钱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输我的话，等一下，我会联络你。